办公室的同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拍视频给大家培训一下放冷机。这个机器很简单，首先这个机器它是用作于激光或者光子手术过程中吹出冷风，它可以大大的降低烫伤的风险，并且还可以使患者感觉到舒适，减少痛感。首先看这个机器，然后它的构造也很简单。这个金属呢是它的一个支架，然后它这个支架它是可以活动的，可以活动调节的。首先看这个，给它螺丝给它拧松，然后这个角度它是可以上下调节，然后调节到一个合适的角度，然后给它拧紧。OK，这个支架固定好之后。然后这个吹风口，它这儿是卡槽，可以固定，可以卡住，并且这一节它是可以随意活动的。然后找到一个调整一个合适的角度，然后将卡槽还有这个出风口卡到这儿。这是它的一个支架。然后这个风冷机它只有一个开关，并且这个开关在机器的后面。这个蓝色按钮就是机器的开关。这个呢，这个连的线就是它的电源线。